好，教练来说明一下啊，这个弹簧要使用前要锁紧，如果不锁紧会滑倒。好，再调整高度，在胸口的位置，把对这个头当对方的头。好，打的时候呢，一开始要陆姐先用左拳，哦，这边打拳姐先控制对手，当你控制了，可以加你右拳，哦，打到好连击。体力多好。